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名叫 Crowtel 乌鸦旅馆，这是 Crow 乌鸦和 Hotel 旅馆组合成的一个词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操作。操作说 Z 是跳， X 是设计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啊，我们这个射击就是唱歌，然后不管是跳还是射击唱歌都会有声音。 OK， 我们来开始吧。哟，鸟脑子，我们是你们是什么呢？我怎么看对话下一段？哦，我们是卫生管理检查猫。请坐，我准备，马上来。这个具体是按哪个键跳到下一段对话？按回车的话就是暂停了。嗯，你可快点啊！好像是按上。天啦，这个地方一团糟啊！啊，绝对来不及把它清洁干净了。是的，按上来终止对话。啊，于是这个两位卫生局的猫来管我们这个来视察我们这个旅馆了。于是呢，我们就要赶紧清洁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怎么进门啊？什么？为什么用歌声可以把甲壳虫给弄掉？以及这个不光是 HP 还很多，这个眼睛比脑子大，估计这个不光是你这个清洁的问题，打怪的问题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请签字，我签了一个鸭啊，存盘点。小屋，你是谁啊？啊，有人把我的厕所堵住了，不是我。对，你请了谁了？哎，这也行，歌声真是世界通用的力量。OK。好的，我们这个小问题是解决了。一只鸭还游泳。我们看看下面是什么情况啊。什么水底还有公寓？你这是几号房？什么？这是敌人。Oh no， 好凶残。啊，这边是水管漏水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的呢？水里面为什么会有水雷？这个估计也是要上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是要让我们跳上去的，耶！哦，这个坑还真多。下面这个估计是要挂。这是什么？还不能进电梯。好，我们都存过盘了，我们就去死死看吧，试试看是不是挂了。果然，不过还好只是一点血，还算温柔。刚刚他这上面出现了一个箭头，我还以为上面有只蝙蝠什么躲着想要坑我。OK， 电梯坏了，估计为什么有这么多衣服？而且我们还不能，哎，可以下楼，我们看看那堆会不会打开什么新的道路？不会啊。OK， 哎呀，一只鸟管着一整个旅馆，也是挺辛苦的。这是二楼了，
还可以这么躲着 OK。 你这个这不光是卫生的问题啊，这个旅馆问题太大了。我们跑的没有这个怪快，还是挺惨。哦，还有这样的坑 ，OK。哇，这个衣服堆的都山一样高了。不，好冷啊！我厕所的我马桶的水冰住了。哎，冰住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只会唱歌呀。我唱首温暖人心的歌，是不是就能？居然要走通风道，温暖人心的歌是不是就能把马桶的水也给？哎，啊，有骷髅！这东西究竟在这里有多久了？什么？我今天早上刚住店呢。你太没礼貌了吧！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毫不职业的做法。什么要 boss 战了吗？喂！啊，是我们不对了，虽说是我们不对了，毕竟我们有受创硬直，但下一次我们就挂了，他再来一个这个。Oh no！ 一开始呢，这是要自己狙吧？哎，竟然没跳过去。OK， 这是要下雨，这是要自己狙。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就把这个房客给处理掉了。你这个以后也不会再来住店，虽然他已经死了了，怎么办？居然有肥皂泡。哦，这边是因为水里弹力特别好吗？不，好像纯粹是因为它在水里啊，它这个物理引擎呢，在水里面跳跃变成是估计是重力和跳跃重力都加了一倍，结果呢，你在接近水面的地方跳的话呢，就会跳得非常高了。Oh no！ OK， 这里呢？哦。那我就乘着这个了。OK。上面果然是坑。你是？这纯粹是要躲了，我都已经这种状态了，你才告诉我这是要躲。哦，水淹了。好的，既然水淹了，我就存个盘。右边的衣服呢，因此被这个大水给冲散了，我们就可以过来了。羽毛都湿了。三层楼，为什么地上都有刺儿？为什么这边地面结了冰似的？哦，还是这样的，先站上。OK。哎，这边这几个坑又没有怪来挡我，前面是什么情况？
非牛顿液体吗？哦不，竟然有鬼，倒是萌萌的。是，下面没有啊。啊！不要在这种地方掉下去这么多次嘛。我记得是这样，对，刚刚看见。OK。竟然有冰锥。Oh no！他这个正好是比他那个刚才那个确实是，哎呦呦，这边有个幽灵呀！是，他这个离得太近了一点，果然是有点坑了。OK， 好。一次把它过，主要刚才是在这边浪费了太多 HP。 好的，这边都还没问题。你倒是下来。好， OK， 小心就好。Oh no！ 前方没有再有坑了吧？你这什么鬼？没有，赶紧存个盘。这旅馆都整个生态环境了吧 ？No！ 居然还有逃亡，逃亡剧情吗？啊！哦，再见了。No！ 你是一只鸭呀，就没有一点会飞之类的东西吗 ？Oh no！ 本来应该是滚在这里的，结果就出了 bug。我因为。是在跳起来的位置 ，OK， 稍后回来。好，剧情到达，我滚！好像我的嘴还不停的在张着，哐！这四层楼已经是建筑工地了吗？还是怎么？还在装修中？你谁啊？史莱姆。靠近的时候会跳，只是障碍物。哎呦，什么？要这样？原来如此。而且，它侦测的好像是我的按键，不是我究竟跳没跳。哎呦，这边应该直接冲过来。什么？他居然刚刚不走在那边？哎，忘了。秒杀！我只要走过来就可以，真是机智啊！哎，又忘了这边有怪，又伤了两个血。真是悲哀。真是悲哀。关键这恐龙好像一时半会儿打不掉啊。它转身极快，对吧？我根本懒得理你们，你们这些害虫。不就是卫生检查吗？
我不管不就行了，反正只要走到剧情最后总会有办法的嘛。 Oh no， 没跳好，真是可怕的敌人，都能看见外景了吧。哎，这不是我雇的木匠，我雇来造这旅馆的木匠吗？怎么这么懒，都没完成工作？喂，死臭气，醒醒！当，竟然是斧子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看我老鼠冲撞！居然这个还打不到。这边倒是可以打的。什么？快使用回旋镖！这什么？钱吗？毛毛虫？哎，乌鸦，是我们。哦，电话，这是电话。 OK， 我还以为是菜青虫乌鸦一口吃了呢。我们是卫生检查猫。嗯，你时间也太花太久了吧。啊，我和我搭档已经现在自己开始了。这个地方简直是个垃圾堆啊。啊，我们找到你的时候就要把整个地方给彻底查封。啊，顺带一提，嗯，这个电话如果你一直按着射击键不动的话啊，它会过热哦。嗯，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耳朵给烧坏了呀。嘿嘿，再见了。什？反而变成了一个蓄力攻击嘛。估计可以用来溶解冰雪之类的东西啊。完了，我们现在真的成为一个逃亡游戏了。哈哈，你也有今天。那么会不会把这个，果然这个凝胶史莱姆啊碰到热的东西就会。Oh no！好，小心小心。OK， 小心别把耳朵烧坏。唱首歌给你听，把耳朵烫醒。真是，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。这什么？冰史莱姆。也不是冰史莱姆，总之是没有办法用这个热力给弄掉的。再见。咚，这又是什么？好烦啊，这个昆虫好烦，而且看他的脸还一脸残念的样子。来了，我们唱首歌还传不过去，要把这个热力传进去才行。把门关上，不要让猫跟进了。哦，我们现在直接回到底楼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把猫关在楼里，然后轰隆炸掉呢？大概只是 boss 战吧。诶，为什么有五层楼？哦，天哪，我告诉那个老鼠只造四层楼的嘛。唉，不过还好他现在不能多收我工钱了，哈哈。咦，原来我们是往上吗？果然阁楼变成了恐怖游戏嘛，四层的旅馆竟然有五层。
不，哎，又是你啊！之前在雪地关，我就想已经见过这个布了。我看他们很温柔的样子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们？不 ，Oh no！ 这次他们出现的距离啊，离我很近，非常近。在雪地关的时候呢，还是离得比较远的。哦，就连门也是幻象。什么？居然还会鬼吹雪，吹着自己的那个灯笼啊，大概是叫鬼吹灯。给了给了，嗯，又有一个人掉下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苍蝇，不能让我吃吗？啊，我在这里啊，靠着不幸掉下来的虫子们过活已经有几个月了。虫子不是会飞吗？乌鸦不是也会飞吗？总而言之呢，前面是堵住的，前面呢有很多锁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打开。然后这些门呢，只是啊，只能到达很小的啊封锁住的房间。嗯，我已经接受了自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的事实了。啊，我拥抱这一简单的新生活。那边那个幽灵为什么这么开心呀？哦，刚刚好像出现了一个幽灵般的我。是的，这边有一个幽灵般的我会自己走动。哎，哦，中间那是障碍物 ，OK。那个青蛙估计也是啊。哎，又没跳好。那个青蛙估计也是因为走路不快，所以到不了这边。OK， 打开了一个锁了，应该。我们这个电话还是没有和主角一起绘制，所以进房间的时候呢。下面这边，原来坑在这里啊！哦，还是保证位置的。我下面本来要按上才能射击嘛，但是按上我就从左边的门里出去了。OK， 这个射击简直了！求存档点，我不想再解这边这个谜题了。不一下还真是挺吓人的，因为我现在没有 HP 了嘛。脖子站不太好吧，没有存档点的脖子站有这么多怨魂吗？ Oh no， 逃呀，什么我就逃了，自动存盘了，什么情况？诶，No， 哦，哎，这边是，哦，这边是躲两边的幽灵，表情还不太一样，还有书呆子，还有蠢萌系，还有头发系。Oh no。主要是我的移动速度蛮慢的，没 HP 啦！他从刚刚开始就一直不攻击，我很担心，原来并没有什么问题。幽灵掉到楼底，会不会咚的一声？哎，他就留下来了。这是我们的又一次升级，是我们可以两段跳吗？不能，反正帮我们回满血了，我存个盘。好可爱的肖像画，你这个幽灵
能不能附身？不能吗？我什么？哎呀，你就跟着我这个龙套乌鸦一起走吧，小酒窝。是。Oh no！ 有一个下降在上升的这个趋势，要小心。但是我没 HP 了，前方一有坑我就挂了。哦，重新回到了衣服堆积的二楼。小心，幽灵你，你跟着我到底干啥的？真是坑多。神自动售货机为何要与我为敌？这鸟歌声到底是有多难听，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杀伤力？哦，赶紧蹭个盘呀。哦，好惨，再蹭一个盘。哎呀，签个字就能不卖血的这种技能我也想要得到呀。这个是无敌的，纯粹是飞行道具。这边的布会躲着，比较有心理准备，不像五层楼的那个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？表情还变，我蹲下来你还变这种表情。不要怂，就是冲。 Oh no， 忘了这一点，被逃跑的恐龙恐死了。好，蓄力。不好，不要怕，就是冲。哐哐，还真的向我跑来。 Oh no， 这个热力离得远，可以安全攻击对方。为什么会有猫洞？猫洞到达了。哎呀哎呀，看看这是谁呢？这不正是我们不负责任的羽毛伙伴吗？羽毛兄弟吗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个地方完全不符合标准呢。你的这个登记名簿倒不如说是一个哀悼簿还差不多啊，死者名单还差不多，这样子的乌鸦旅馆住的人还能活得下去吗？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只能用我们好用的 CP 炸弹把这个地方给炸掉了。你们是卡比里面太阳月亮组合吗？刚刚一不小心按了 Alt 键。这是飞行道具。Oh no！ 又会有什么新的攻击呢？好像是掉东西。OK。什么？合体？为什么如此凶残？
为什么如此凶残？看来我们第一站还是尽可能的。什么？为什么要上学了呢？只要手按得快，就可以加速攻击他们啊！一不小心又上了学。OK， 虽然流程是快了一点，但是我现在最怕的是他还可以变身三次。看来他是不会再次变身了，虽然这个背景已经四次元空间了有一点。 Ouch， 那个乌鸦君，我们虽然卫生检查很严厉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讲道理的嘛。我这个人知道什么时候放弃比较好啊，我现在就把 CP 炸弹给关了，不来烦你们了。别告诉我们老板，我们被一个鸟脑子，你这样的鸟脑子给打败了，嘿嘿嘿嘿嘿。我们下一次检查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，哈哈哈哈。那么再见啦，乌鸦。你压的旅馆终于可以活下去了吗？于是，幽灵是什么情况？对啊，这个虫子是你的房客呀，你怎么可以一路上面杀了这么多呢？啊，就变成你的名誉员工了吗？这种感觉，这个骷髅全身的骨头都被你弄成粉碎了，就只能困在这里了。你还活着呀，盖洛君。 The end。我们的幽灵跟班毫无疑义。这里我感觉简直像是眼睛已经有头这么大了，这种感觉。 OK， 好的，乌鸦旅馆这个展开倒是挺玄妙的啊，四层的旅馆竟然有五层，果然是个幽灵馆。 OK， 好的，那么今天这晚实况就进行到这里，感谢您的